据美联社报道，YouTube 前首席执行官沃西基的儿子马可特罗伯上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宿舍内去世，年仅十九岁。伯克利大学已证实，该校大一新生马可特罗伯于二月十三日在克拉克克尔校区宿舍内被发现失去知觉。伯克利大学表示。 特罗伯后来被伯克利消防局的紧急救援人员宣布死亡。YouTube 前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的母亲埃斯特沃西基在脸书上发帖称，她19岁的孙子特罗伯去世，全家悲痛万分。他写道：“马可是最善良、最有爱心、最聪明、最有趣、最美丽的人。他才刚刚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数学。” 并且非常喜欢他。马可的生命被缩短了，我们都很震惊，想着他将错过的所有机会和生活经历，我们也将一起错过。他补充道。该大学战略传播高级主任珍妮特·吉尔摩表示，没有任何谋杀迹象。阿拉米达县验尸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并确定死因。